就像那无印良品那个可以挂在墙壁上，然后就是可以拉一下它会转裸露的那种裸露，就是 CD 会裸露在外面，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做透明的，然后转起来都就会很漂亮这样，然后殊不知没有人有那台，很少人有那个，然后我们的那个歌词本太巧哎、欸、哇。歌词本是也是透明的，然后他就是有做过设计的，反正就很棒啦，要买啦。看介绍。对啊，你讲到后来就，反正那个歌词本就是他每一页都有印一些字，然后都有印一些歌词。歌词。我想讲废话，没有，就是你把说，他就是我们这次叫做那么我想再拥有自己，然后他在每一个歌词都有放一些字，然后你要全部都合在一起。才会出现那所有的字。对，就是那个那么想，我想再拥有自己这样。对，然后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，就是这个不管怎么放，它都跟就是外面这个壳都可以结合这样。对，你可以放。它有各种封面。对。我手会酸、啊。等我一下，让我把它装。好。只是就是有点小难装了，一点点难装而已了。哎、哦，超快的。我自己都在台上装超久，谢谢你哟，可以帮，谢谢。